现在有没有开始渐渐有人说你帅？帅不敢讲，年轻。你可以从这脸看出来我已经56岁了吗？可以啊。还亏我跟你姐姐那么熟，我姐很爱你，好不好？她如果知道你现在变这样，她就会。我只比那个库隆慢一步而已。你姐姐，我还是手脚快一点，搞不好你还叫姐夫了。有没有凶器？有没有凶器？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《小姐不惜地》。